事情，他给你什么好处？为什么要买原版的股票？是不是接受尤乃文的指示啊？可不可以说大众道歉啊？面对记者连番提问，始终低头不发一语，他就是涉嫌行贿的统一投信资深副总阙志昌，在22号凌晨移送至北检复讯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统一投信的经理人郭世庆举起手，捂住脸，无话可说。另外，经理人孙明诚还有全身包紧紧的研究员于建业，四个人逐一下车。检联侦办劳动基金炒股弊案，陆续收押前劳金局长尤乃文、保家资产执行长唐楚烈、富华投信投资长邱明强等五人后，锁定代操部位第二高的统一投信，发动搜索约谈。本案关键人物前劳金局长、国内投资组组长尤乃文掌握劳退基金，却受招待操纵数档特定股票的股价。事实上，涉嫌共犯的四人在被拘提前还在急忙删除手机重要讯息，被检方认为明显具有湮灭市政及串证之余，才向法院申请羁押。在22日清晨，依照违反证交法等罪嫌，将四人送进羁押庭。如今炒股案情如雪球般越滚越大，检方也仍在继续追查。记者综合报道，重点新闻不会消失，只会更强大。